四人翻滚一线牵之谁是卧底第三军。那么这一期的玩法呢，迎来了加强。我们四个人要在五张纸条里抽身份，内鬼可能有一个，哎，也可能有很多个，抽到什么全凭运气。OK， 那么这回呢有五张纸条，哎，为了增加游戏难度，五张纸条里面是不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反正裁判我刚问了，裁判他也忘了是什么了。五张纸条我们随机抽，剩最后一张运，就是凭运，纯凭运气游戏，好吧？给大家揭秘一下我的身份。OK， 快点儿！哎，内鬼上来扑人来了！哎，内鬼！十分有八分不对劲，马鼠上来就捣乱，难道他也是内鬼？不是，你这太明显了吧！我直接就想发起投票了。话题结束。你看，你看，往那边走。太明显了吧！出声，我靠，家人们！让我们玩了。出声。你们干啥呀？我不理解，你们都踩那个踏板过去，病啊！就是要踩踏板过去呀。身为一个内鬼，踩弹板是我的职责，或许和我的家教有关吧。干什么啊？走窗户啊！是，门开了。走那个弹，我们过来了。就是。谁没过来呀？哎呀，飞侠，飞侠是内鬼。我操！哎呀，在干什么呀？走啊！十分有九分不对劲，我怎么觉得小飞侠也是我的队友呢？好，来，我看谁第一个死，谁就是内鬼。我来。你看你干什么，你扑谁呢？哎，带他踢人。来，你把我扑下去。来来来来，你把我踢下去。来，我看，我不让你们死。我不是内鬼。我玩干什么，离那么远要死啊。你呆呆在乱跑，肯定是呆呆。哎呀，就你话多问一声。暴露的吧。我靠，内鬼。十分这下有十二分不对劲了，呆呆也好像内鬼啊。一定他是卧底，他觉得他还有通。你看，有病啊。等会儿 你们谁拉的？不是这把。谁让你死了？哎，谁拉的？谁拉的？没死啊。谁踹我？哎，这图咱不能那样玩，这不是这种意思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有个人踹了毛姐和我两次了。呆呆嘛。呆呆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我没踹你。呆呆是我。你要么就是小飞侠，你们两个踹我两三次了，我看着毛姐被踹下去了。怎么可能？还装。我踹的是毛姐。这把我看出来了，这把我看出来了，起步两个。你又看出来了。起步两个卧底。你又看出来了。我怎么找不到自己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他还找不到自己。哎，我怎么找不到自己了？哎呀。哎呀，装的好。不开玩笑，现在我觉得我们全员都是内鬼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是票数最多的内鬼获胜。不过他们好像还没看出来我是内鬼，我得给他们提示一下，好方便待会他们给我投票。还吃呢？你一个人吃就得了呗，我们都别吃了。对啊，我吃，没事没事，你们站那。都站里面，看谁。玩。啊？啊？夺冠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们的演技太拙劣了。从根据刚跑图和那个啥来看，我觉得毛姐嫌疑最大。好，我也投毛姐。哎呦我操！因为我们夺冠的时候，毛姐明显感觉到一丝的失落。很好，我们的策略起效果了。你看这俩人攻击性那么强，我怎么没意思？我也投我自己一票。OK， 现在已经稳了。我投自己一票。本来想看戏的呢。难道有两个卧底？不是，这种时候他怎么还在装呀？干什么？哎，没意思，又赢了。真想看看他们一会傻眼的表情啊！是鬼！来，所有人把票准备好，我喊三二一，我们就开始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四个内鬼，我一猜就是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？啊？你不是卧底啊？投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啊！啊，你们都没有吗？哪儿你投自己？不是你们咋装那么像？不是你们三个这么菜吗？